师傅，师傅，你肉眼凡胎，人妖不变，你不需要降妖除怪，只怕你到不了西天。我命在天，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，也是前生注定，不用你管。师傅，你回去吧。师傅让我回去倒也可以，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。什么事？师傅，他要跟你分行李呢，跟你做了几年和尚，莫不成空着手回去？二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师傅，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。我何曾与你有恩？徒弟当年大闹天宫，被压五行山，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，师父大救我脱身，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，现得我知恩不报，叫人小看我老孙。师父，看在菩萨的份上，留下大师兄吧。留下吧。观音菩萨，师父，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就再饶你一次吧。再若杀生，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。大师兄，念上三十遍也行啊。